一会儿要吃面了啊，饭前来个小果冻。走，带上爸妈吃面去。走。今天吃点啥呀？黄酱面。啥叫黄酱面呢？就是面嘛。就是面。带着去看一下吧。哎呀，走吧。走吧。点一下菜吗？啊，点了。拿上一个猪蹄。啊。豆腐来一碗。这个啥？鹌鹑蛋五花肉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这个也看着不赖啊。热狗蛋。热狗蛋。还有豆腐。啊，这个也可以来一份。这来一份。过来吃碗面。猪蹄看着老得了哈，嗯。哇呀，喝呀！还有豆腐吧？这个面就吃的得劲了哈。来尝尝这味儿怎么样啊？来尝味儿吧。尝豆干。豆干。吃黄酱面必配，你知道吧？这肉咋样？哎，味道好极了。尝尝这个猪蹄。老骨肉。啊，这猪蹄看着也好吃。好啊。好，面好了是吧？啊，来啦！我去，这个就叫黄酱面。对。好大呀。上面有黄酱吗？八分黄酱面，哎呀，老得了，我去！来，多吃点肉。这有了还有肉？那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来，姑娘，尝尝这个面，尝一下这个面。哎呀，嗯，味道不错啊。这个面看着就香哈。哎呀，闻着就香。就着肉吃，就着肉吃。嗯。来块猪蹄。大鸡腿来一个。哦。我的天。给我吧。来吧，来，必须得来，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还推不掉了，劲儿老大了。劲儿大了，面不错，黄酱，这面不错啊。鹌鹑酱，这黄酱面啊。尝一下这个猪蹄的。要不说北方人爱叠面。北方人到底有多爱叠面了？这面叠到嘴里，我跟你说，真的超满足。哈哈哈哈哈。肉不肉？好吃了。满足哈。太香了啊！再来块猪蹄。哇，这黄酱面真香哎。这猪蹄咋香的？超级软糯。这个面，谁要？有嚼劲儿，这个面啊！哎，我就喜欢这种吃有嚼劲儿的面。不够吃，再来一碗啊！哎呀，这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不够，不够吃，咱们再加。对，这种用餐环境我特别喜欢，接地气，真的。有没有点像成都的感觉？有吗？在大树底下是吧？对，马路边边，凉快嘛，是啊。正好今天太原天气还不热。啊。面也吃上舒服，天气也不热。啊，对。凉凉快快的。哎。吃肉呀？你们不吃肉呀？你们？老香啊！吃肉呀？嗯。真棒！吃鸡腿。快点，鸡腿拿着吃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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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尝下这个。嗯。这个鸡腿应该是先炸过的。嗯。嗯。黄酱味十足，太香了。还是吃面适合你的。真的吃面适合我。你敢当饭饭吃？我尝尝这个猪蹄好不好吃？哇，这猪蹄你们爸不吃了你们？我吃了，我吃了好几块嘞。差不多。哦，真香。够了吗？太满足了。我一碗面都快见底了。吃面不吃蒜。慢慢扫一半。哎呀。嗯。这一顿都吃完了。这家伙也吃的太快了吧？你这速度也太快了，你看我们的一半都还没下去。我超级爱吃面，真的。你们不知道北方人哈对面食到底有多热爱。看你吃完就知道有多热爱了。正确的吃面打开方式哈，来。然后再来一个大蒜。嗯。哎呦。吃吧，就这么美啊！好天啊！点劲儿，我爸也扒拉起来了。我吃面都跟风的感觉，都扒了。香不香吧？太美了，又上一个大猪蹄。
再来一半蒜。那肉不吃就是大包回去。好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这面确实还不错，简简单单，一日三餐。